地梁家辉又获奖了。这天，他由意大利驻港总领事手上接过第五届香港萨许托国际电影节 Salento Cinema Actor Award。家辉哥，你这些年来接奖都接到手软了。其实我没有拿很多奖啊，我只是最年轻的影帝而已了。就因为大家把它放大了，好像我这里不停的在拿奖。其实我很渴望拿奖，我渴望继续拿奖，如果真的能够继续拿的话，我就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来摆我的奖项。家辉哥拍戏无数，不知道老婆和两位公主最爱的是你哪个角色呢？我夫人最喜欢我的角色，应该是我在家里的角色吧。女儿当然也，女儿当然喜欢我当演员这个角色，因为我经常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很放纵。放肆，我在家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我很烦，所以我老婆喜欢我在家里演的那个角色。烦的都是他们交了什么男朋友吧？男朋友就不用提了，男朋友就根本不用提，他们自己会决定，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主意，这个是烦不来的。男朋友啊，多不胜数啊，历年来我已经见过好多了。我已经都见过好多了，你什么时候到我家来？你到我家来，我也介绍我有两个女儿，你知道吗？